If you want, you can drive the Elephant Hill Road, but this one is a no good road. For me, I just go to trail. 10月15号，今天的目的地是 Druid Arch 公园的小报上说，去那里大约是5到7个小时来回。啊，走走试试吧。I'm gonna go all the way to Druid Arch. So now I've already built the stairs. It's pretty good.哎呀，这跑步也很累啊，就当做 morning exercise 吧。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岗，又要翻第二个石壁了。Okay, this is a third hill.Maybe, can be called a stone wall or park that way. Drew Arch this way. I want to go to Drew Arch. This is a river, no water.讲一个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吧。我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叫做非线性零一整数规划问题。我研究来研究去。找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文献都变了，大家能够做的，整个学术界能够做的，也就是 branch bound 分支加界和Heuristic 就是摸索法，当然后来还有什么椭球法这法那法，哎呀非常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一套解决方案。我发现我在那上面连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这个解题之道，哎呀，但是毫无进展。我的导师给了个预测，说这个问题可能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被学术界攻破。哎，我想想，我忘记提醒一下，这个我做的这个问题属于数学界给它划了，数学界和计算机界给它划归为NP hard, P 叫做 polynomial 算法 ,NP 就是 non-polynomial, non-polynomial 还有一个一级的核心 polynomial 问题non-polynomial 问题，这一级核心叫做 NP hard,
我的这个客厅呢就属于这个 NPR 的。Oh my god， 我至少研究了三四年，发现我不能再这么弄下去了，还是留给，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聪明人吧。然后我就匆匆完成了我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就摆一边了。因为这个问题呢把我害得也不敢在学术界奋发展，只好进公司。现在我已经60来岁了。那一天我在翻看是自然杂志还是什么杂志，反正是权威杂志方面上面刊登出来7个人类面对的难题。哦，我一看把我吓一跳，竟然第一个就是这个 NPR 的问题。哎呦，我当时看了之后非常震惊，也非常这个理解，也非常庆幸。庆幸的是我及时的脱离了苦海。哇，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啊，30年了，没人能够在这上面迈出一步。My God， 这么多天才，这么多顶尖人物，哎呀，说起顶尖，我告诉你，那我参加过一个只有20来人的顶尖学术小组的会议，因为我的导师不能去，所以就让我这个去见长长见识。哇，全是全世界顶尖的人物，有匈牙利的数学家，有苏联的，有欧洲的，德国什么，到处都有。尤其是美国也有一大批，加拿大，哎，当时也只能是把这个问题总结总结，探讨一下有什么方向可走。That's it。哎，那些顶尖人物坐在这个汽车上，还要把小本子掏出来这个记载。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啊，哎呀，小本子上写来写去，哎呦呦，啊，也就是他们那种精神，把我吓退了一半。哎 ，Anyway， 这30年后，竟然是7个难题当中的头号。啊、oh, ，What a release to me！ 哎，好，不谈了。当然，我也有很多我的 idea。哎，对于这个问题，但是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时间。去认真的研究思考，哎，所以当时只能放弃啊。So sad。啊？好像那个路又越走越窄，好像这次迷路了。
which way? Oh, come up here. Oh, I got wrong way? Yeah, you're wrong way. Oh my God. Okay. Wrong way. Obviously, so many people goes this way. You can see a lot of footprint. See the Druid is there. Oh, 前面有人。Beautiful here. Where is the arch? I lost it. Oh, here. Ah. Hey. Okay. Oh, thanks God. Finally, I'm here. This is a Druid arch. Okay. Finally. Oh. This is the arch. So, 两个半小时 I spent 两个半小时、Walk like a goat. OK, 11点多了现在。Egg, banana, my lunch.